张文馨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钱都给你一辈子，借三年，永远爱你一辈子。请你把下半辈子交给我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进行拜别父母的仪式。谢谢爸爸妈妈，然后，其实我想象过很多次这个画面，可是没想到今天还是到了。然后真的很谢谢爸妈的照顾，那从小你们就是把我捧在手心上，然后今天要离开家，我觉得很舍不得，但是我会很常回去看你们，很爱你们。谢谢你们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那也请爸妈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。亲爱的文馨，认识你一千多个日子，我们终于来到这天。三年前你走进了我的生命，也丰富了我的生命，真的谢谢你带给我的一切。好，文馨，欢迎你到我们家。因为你进来，我们家变得更快乐，更温暖。谢谢。嗨，冯天宏先生，一直觉得我们很幸福，有这么多疼我们的爸妈，还有很多的好朋友们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有彼此。今天在众多亲朋好友的见证下，在这边对你承诺，未来的日子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照顾呵护你，并且给你最温暖的家。你有我，我有你，我们相知相惜，我们无话不谈。我知道未来的日子很长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与你携手共度一辈子了。最后还是要说，张文馨，我爱你。